近年规模最大，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Rogers 啊，率九个人团来访台。你看，国民党又开始唱衰了。不要增加两岸紧张。国民党只要说对中华民国有帮助的话，我们都欢迎，就解决了。啊，是啊，他为什么不讲呢？现在的就是说政治人物，就说他眼光不是那么远，然后他的历练也不够。为什么我刚刚讲金溥聪比较厉害，是因为他做过驻美代表。嗯啊，对，对，所以你将来如果说侯友宜要访美啊什么之类，很多联络或者什么，他的诠释会比较精准。以后其实像这种来的话，金溥聪会不会下令说所有的立委都不准讲话？由我们同意发言，这样子会可能稳一点哦。当然会稳一点，会稳一点哦。就是说，看他这个执行长的威力到什么程度。但是我想，侯友宜他们根本没有那个概念嘛。你金溥聪今天有人说他啊，这个小刀已经老朽，已经钝了啦，再钝也比很多人强很多。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